听你安尼讲，确实会当考虑一下吼。两位贵宾，刚刚问的好不安怎？给几颗星啊？服务当然没话说啦。我给五颗星。从头到尾完全满足我的感官需求，我给五颗星。哇 ，plus。啊 ，Robert， 你怎么了？啊，无啦，我就感觉规身骨足爽快。对啊，玉玲姐，你们店里员工的技术真的很厉害哎。所以你爱常常来啊？啊，对啦，阮电话边的路在修理，加甲恁插着，我有替恁准备耳机，你挂起哩，就会当听音乐，好好放松，都袂听到外面的声。喂，好青梅啊。嗯。OK， 你挂。谢谢啊，丽玲姐，你真的很贴心呢。这音乐也不错呢。那什么？大胆玩！大胆玩！你只是个小坏蛋。你不就喜欢我的坏吗？阿伯，拍谁哦？我刚刚话说过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不要生气了，对不起。这个，什么拢不是我的，除了你是我的。我当然是你的啦。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而且永远都是你的。今天你说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那呢，你就要较乖啊。乖？我才不要乖呢。我要坏，袂用的啦。今日的规则就是吼，我讲你今仔会当偷开，才会当偷开。啊，好吧，我听你的。听话唔叫乖。
Robert， 你故意的哦，讨厌。我。好痒哦，是羽毛。真是的，要这样子闹人家了啦，痒呢。牡丹台哦，真有期待啦！我爱你算到一百，时间哦，就有一个 surprise。啊，烦人家叔叔哦！无必听话哦。好吧，那我数了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6 7 4 5 4 6 7 Robert， 我一定要数到100嘛，不想数了，我想拿下来了。我哪里在听话啦？你算到一百以后哦，就有一个真大的 surprise 啊！真的哦，真的啦，乖。八，四八，五十一。看你安尼弄心弄心，我就知影即使泳装买了对啊。安娜，有好看无？为着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啊，我是专工走去百货公司买的呢。阿爷的过节看到我试穿，拢跟我的身材比起来，明星模特拢更加好。你讲，应该有骗我？当然足好看的。啊，拄只车顶的光无好，即马真少甲你看。你的妆甲这束泳衣是配合的，你对我这么用心，我足感动的。哦，干那感动哦？你的心敢无感觉皮薄菜？我的爱人虽个人人恶路，我当然嘛感觉足骄傲。别人的欧露拢无重要，我干那想要行入你的心内。即摆我确定，我的用心是有计在的。等下，安怎啦？我是讲，等下你若落去，妆就毁去啊！无彩你的妆画到这么水，啊，咱去看伊啊！安尼你会用规暗水哒哒。唔免啦，这较无人啊，无话人会当甲咱交友。安尼，咱都唔免唔免夜里约会啊！而且吼，我的妆就算讲废去嘛不要紧，因为我知影，不管安怎，你拢会介意我。无咱先来做。好啊，那呢，我先来准备。真谢谢你。不会啦，就一点小心意。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你们喜欢，很开心。谢谢。谢。哎，老公，酒这么多，怎么喝得完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酒量不好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只是要喝开心而已啊。对呀，我酒量也不好，最重要是开心。而且你喝醉了，以后改善照顾你啊。嗯哼。好。那我们今天就不醉不归。哎，不对，我们已经在家了。那 cheers， cheers。你
把瑞琴吵醒，送她到房间里，把房门关起来。关起来干嘛？让你大声求饶啊！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，不怕天亮回来？安娜，自从看到瑞琴保姆之后，她加班得更勤更晚。放心，并不是一两个坏人。居然敢咬我！你完蛋了！你太完蛋了！好了，好了，小心换你啊！医生还没走，那怎么没有在客厅啊？生病了才刚睡着，别把他吵醒。那你在我的房间干什么？就瑞琴刚吵着要泡澡啊，她带了一大堆玩具进去，弄得跟打过仗一样，刚才把她哄睡着。我想说天龙姐回来也累了，就趁我回去前先把她打扫干净。哦，哦，天龙姐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嗯，回去休息。这是一山的鞋子，这个时间他怎么会来？手台下面抽屉找找看。就瑞琴刚吵着要泡澡啊，她带了一大堆玩具进去。哦，有，我找到了。爸爸，德生哥，我那天看到天龙姐一个很好看的视频耶。你现在呢，先不要放弃工作，之后忙的时候让我来当瑞琴的保姆。哎呦，想买什么，就都买给你就好了。这么好，好吗？既然你觉得一山合适，那就早出发。谢谢老公。
刚刚什么？刚刚是天虹吗？反正他早晚会发现我们两个的事，现在这样多省事啊！你还不用想要怎么跟他开口。